是因为频率的关系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持咒要念阿弥陀佛，是为什么？就我们当下拉到至高点，它不是用我们的头脑去分析，所以它不是快，不是快不快的问题。当然是说，在我们平时，比如说给一般人，我们在带共修啊，他会带共修，大家频率是为什么要和谐？就是我们频率一致的时候，大家那种共振，它可以让我们的频率拉到，对，每一个人心修无障碍，因为是心的问题，不是物质的问题。我所理解的是这样。